国家主权的宣导短片，不过呢，却被艺人短片改成了哭诉版。原来呢，原本是要宣传马政府的政策，而现在就成了极尽讽刺的内容了。这是陆委会为了宣导两岸政策拍摄的短片，不过现在有了哭诉版。 一样是 rap， 但是歌词却差了10万8000里。原本是要宣扬政绩，哭诉版是极尽讽刺。中华民国主权，一比一不雅，意思不是台独，是白痴，是在座的各位都是白痴。马总统说，除了大环境，我们杀喊说，我就是要开放毒奶和美国牛。毒奶、美国牛都出来了，还有秋意和金普聪。 未来的女时间，爱情绝不普通。他是兄弟，是爱的让子秋，最恩爱的，那让挂掉。不满马政府的两岸政策，艺人短笛用创作吐槽挖苦，陆委会不愿回应。东森新闻，黄晓庄、胜利台。